让你唱歌的地方，就是让你来创作的地方。欢迎收看《军大调》，来宾请报上名来。天助地乖，我是金乖，我是金仔。今天找你们来的是有超级大的一个目的，大家看你们的脸就知道，看你们频道就知道，你们不是在台湾找。对，没有错，猜对了。今天有个主题是要讨论马来西亚音乐以及香港音乐到底跟台湾音乐有什么不同。其实我要先开始吧。来到台湾之前啊，你有听过哪些台湾有名的歌手？天啊，我从小到大听的中文歌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像周杰伦的歌，周杰伦、五月天、SHE。哦，那换你答，你说 SHE 那时候非常红，在交响乐声当中。因为他刚刚好像讲过 SHE。那时候 SHE 红的时候，我当 B B， 然后我的姐妹当 A 啦，比较 A 啦。但我觉得你应该比较接近 A 啦，因为可能你的形象是比较不拘束的一些形象，所以如果假设三个人硬要挑，因为其他两个人真的太有气质啊，不是啊？等一下，我等一下，你要小心啊！香港人这样，香港人很凶，会把你。你是香港人？对，九龙。哦，九龙，哇塞，那绝对不能热，不能热。这两边音乐有什么差别？在香港音乐跟台湾音乐，还有马来西亚音乐跟台湾音乐性来讲，风格有什么不同？马来西亚的中文的话，其实跟台湾人没有差很多，没有完全没有差，因为华人讲的跟我们的中文是一模一样。对，李丹呢？我的话，我留意到就是香港最近比较多的是那种很多组合会出来，非常多那种乐队的组合，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歌都有点像是讲人生啊、未来梦想比较多。那我们就进入游戏了。游戏说明：参赛者需根据题目找出符合歌手的国籍与歌曲，时间40秒，每格需全对才可连线，连线多者胜出。给我！给我！给我！这是我，这是我。二一，停！这个是糟糕的，糟糕的答案。陈奕迅，香港，答对喽。可是他没有歌曲，空白词典。陈奕迅自己去写下一首歌。对。何韵诗，马来西亚，香港，梁静茹，马来西亚，答对，可是没有歌曲。OK， 你不是马来西亚人吗？我在台湾住4年。再来是庾澄庆，完全空白。那我们 CCY 得到的是两个正确答案， 完全没有连串的，你真秀。要两个都对才猜，所以你只有两个对的。糟糕，我觉得这个我会被马来西亚粉丝骂，这你是被骂。我记得说你家是台湾的，现在你是马来西亚的。好了，那这一集的版权你跟我们买100万，我们就不播出。那播吧，可以吗？可以骂好了，可以骂好了。再来，我们看一下，李大的答案。你要从陈奕迅开始，陈奕迅香港爱情转移，恭喜答对。何韵诗香港，你看人家都知道是香港。再来，如果有一天啊。梁静茹台湾失忆的金鱼，恭喜答对。再来是梁静茹马来西亚阴天，我帮你敲手一下。好，我阴天啊，你怎么不帮我敲啊？重点是你有一个可以帮你敲的，没有没办法敲，这个我怎么帮你敲？你就怎么敲，你怎么敲？那我们继续看那边的答案。莫文蔚香港答对，眼泪教我的事答错，他是如果有阴天，他是阴天。对，在庾澄庆台湾情非得已，恭喜答对，胜负已经出来了。不过呢，因为我们刚刚规则是说要连成线才算一条，两位其实算是平手。因为你看，到现在1、2、3、4、5、6，你答对了6个，可是你不能连成任何一条线，因为如果平手的话，就是看主持人的心情。那我觉得，因为他毕竟回答的比较多个，还有六，不是，所以还是算你输。其实你蛮帅的啊，他帅你用讲吗？看不到啊。大家可以订阅《真诚兄弟》，甜度变不一样。恭喜呢，女生呢得到了1、2、3、4、5、6，马来西亚的代表只答对了2个，进惩罚！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惩罚啦，随便自己抽一个，抽起来之后呢，沾来吃。那你死之前，你有什么遗言要说吗？我对不起马来西亚，我会在台湾好好的学习的。好酷啊！可以了吧？是不是这个我就可以点音了？我要点音了。我要点3个来做这个，来哦！哇，好吃吗？好吃。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粉啊？到底什么时候会遇见？黄连粉啊，它是一个很苦的东西，我很难吃。这个是很健康而且很苦。来，100万啊！你不会阻止我，我不会阻止你。好，不要。
那今天谢谢甜度蜜快乐到我们 G 大调的现场，那我 G 大调，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粉丝团还不够，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设定抢先看哦。